Hello， 嗨大家，嗨，今天圣诞节，首先要先祝大家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嗨，今天我们的主题啊是要讨论，就是你们交换礼物的时候啊，有没有收到最烂，就是地狱般的痛苦的礼物，还有最好天堂的礼物，大家赶快分享你们收过什么礼物吧。然后有外国朋友 ，Hi everyone，I'm Thomas。Hi。最棒的礼物就是直播啦，谢谢你啊！如果之后有时间的话，当然也会尽量多多跟大家互动。Hi， 哇，有印度来的朋友。Hello。然后呢，因为昨天圣诞节嘛，我们自己朋友也有办那个圣诞节的那个交换礼物，啊，因为我们那群朋友都是喜欢爬山的朋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在台湾呢，你去爬山上面呢都会有呼啦圈，所以我昨天呢准备的礼物就是呼啦圈，所以抽到的朋友呢他就完全傻眼，但我知道他应该蛮喜欢的啦。嗨，大家好，好，我们来打个招呼吧。嗨，发发发五二零，你好。嗨，数学讲义 ，Jack， 你抽过数学讲义？你们的主题应该就是谁是最烂吧 ？A4 女星是什么东西啊？三角裤。收过，我看到一个超厉害的，收到那个14包的盐巴。你们妈好精致，嗨，孩子们，你们好啊！蓝白托太多人都抽过蓝白托了啦，那你们有没有抽过什么天堂级别的礼物呢？怎么了？哦，因为我要很近才可以看到，可以开稍微调暗一点，对。Hello， 有一个人抽到100支棒棒糖。好像还可以再按一点，因为我要很近的看得到那个字。捅马桶的，哦，这样刚好，捅马桶的。那有没有人抽过就是超厉害的礼物啊？天堂级别。哦，你有来成都的见面会啊？抽过足席，蛮奇怪的，真的蛮奇怪的。像我们昨天，我觉得我们那个圣诞礼物交换趴最好的礼物，我觉得是蜡烛，因为那个蜡烛它是有可以净化空气之外呢，它还有一个非常可以沉淀你心灵的味道。我抽到什么吗？我抽到那个日本来的礼物，就是它，我是一个组合，第一个组合是那个洗脸的酵素的洗脸。第二个呢是那个很好用的牙刷，第三个呢是桌巾。三角锥我也抽过，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那个最烂礼物交换趴，我抽到三角锥，我抽过。后面的 ET 好抢眼，对啊，而且我下面还有一个笑脸哦。然后呢，这些全都是我老板纳豆哥的收藏。抽到去年12月31号日历。也太可怜了吧！红萝卜，再来一瓶。嗨，好像有很多来自各地的朋友。好，天津很冷。对，我们之后呢，在1月12号的时候呢，会有在高雄有见面会，然后呢，我们还会去天津。天津完呢，我们还会去广州，还有我们还会去韩国，所以很期待跟大家见面。那我在这边想跟大家讲，就是我很谢谢你们支持我，但是千万不要再另外买礼物。就是我个人还蛮喜欢看那些你们写的信，你们每个人的信呢，我都把它全部看完。所以说，如果你想要跟我分享你的生活啊，或是你
想要给我一些鼓励的话，你们写信给我就好了，你们不要再另外买礼物了，好吗？大家，台北我们在之前办过啦，广州的在这里，嗨 ，hello hello， 那你们今天有没有去吃什么圣诞大餐啊？嗯？快点分享给我，因为我现在肚子好饿哦。为了跟大家聊天，所以要保持完美体态，不敢吃太多。会想来新加坡吗？当然会啊，那个肉骨茶我超爱的，而且我最喜欢肉骨茶里面就是那个金针菇放在里面，那金针菇一吸收那个肉骨茶的汤汁，超级好吃。Hello, hello. Hi, 안녕하세요. 苹果，马来西亚我之前还蛮常去的啊。你们那时候有没有看过《本来只想暗恋你》吗？如果还没有看过的话，可以去搜寻哦。我在里面跟那个清晨有很多很好玩的一些互动。我脸完美，谢谢你。讲韩文太可爱了，我会几个，第一个是那个 안녕하세요， 然后第二个是 보고싶어， 就是想你的意思，然后再来就是 사랑해요， 然后那天我们录那个韩国厂的那个宣传，那个韩文太难了啦，那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 NG 版的，超级难。准备了小孩的礼物，你准备什么小孩的礼物啊？好好奇哦。是那个吗 ？Let it go， 冰雪奇缘吗？日本人哦，はじめまして，私は秋です。よろしく。工作辛苦，大家都辛苦了。因为现在应该很今天因为在台湾圣诞节是没有特定放假的，所以应该很多人今天都还要上班。可是我觉得今天应该还蛮多人会去过那个圣诞节，因为我刚才在开车的过程中呢，哇，蛮塞的，所以大家应该都是去庆祝吧。好啊，下次当然要跟我的最好的 partner 伟成一起去直播啊，下次我邀请他。有，我有出演履历报道，所以到时候大家可以支持我。我最新一季应该是在第二或第三集就会出现了。你今天毕业吗？祝你毕业快乐。送给别人超好，结果你收到刮胡刀，是在 Hello， 我懂哦，我也懂哦，是在 Hello。其实我也是有接受一些年轻人的用语，像是什么是在 Hello 啊，还有那个你当作我是塑胶，哦，还有那个你不要旋转我，这些我都会。可以跟我说生日快乐吗？没问题啊，这个月生日的，那我就顺便祝福十二月生日的朋友们生日快乐，然后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十二月的寿星们，你可以一边上课一边看直播啊，这样好吗？你讲起来很没有魄力耶，哦，你是说塑胶那个吗？可以叫我吗？嗨，一真，对，圣诞快乐哦！晚来的朋友们，祝你们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然后，如果你们今年没有人过，没关系，我们一起过。今天我们是昨天是平安夜，今天是圣诞节，然后其实也是刻意挑在今天来跟大家过。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一年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第一个就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在前几天的时候，我的粉丝破了10万，所以真的很谢谢你们每一位愿意按赞，然后每一位留言给我的粉丝们，还有应该不要说粉丝，就是所有的家人朋友们，你们现在都是袁妈的所有的家人朋友，然后谢谢你们成为我的10万粉丝之一。然后这一年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奇之旅，因为呢我还记得那时候其实如果发文章其实也没有很多很少人会来留言，然后现在一发呢就好多人来跟我互动，
然后其实很多的互动大家很开心，但是就会有更多那种动力，就是想要让自己更好，因为希望不想要辜负你们对我的期待还有鼓励，所以呢真的很谢谢你们每一位，就是帮我按赞追踪我的粉丝们，然后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才特地挑在圣诞节跟大家直播，因为知道有在 follow 我的人就知道我其实超久没有开直播的，因为我就是会害羞所以呢今天真的非常开心跟大家一起庆祝圣诞节之外呢，然后一起庆祝我们破十万了，所以呢我们一起继续追梦想，因为明年我相信会是更棒更棒的一年，然后我们一起努力，因为我其实还蛮多粉丝，像我之前有一些粉丝他们会告诉我说他是什么什么学徒嘛，那有些人现在已经成为理发师了，有些人他可能还有当老师的，所以呢其实不只是我自己也要督促自己，其实我们彼此督促一起加油好吗？嗨，对啊，因为其实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要这样讲嘛，我以前好像不太会害羞在直播的时候，然后其实很多朋友就说，哎，你十万粉丝啊，要开个直播跟大家谢谢，我就一直很害怕，因为很害怕开了直播之后，不知道讲什么什么。可是我今天发现，哎，因为看到大家之后，就好像都不会害怕了。好，一起加油，大家。然后呢，就是好像还蛮多人就说，其实我很好奇的，就是你们会喜欢听我，你们喜欢看我演戏还是唱歌呢？还是有时候我还看过有人留言说，其实我还蛮适合去当那个主持人的。那你们喜欢我哪一方面呢？都喜欢主持，你们是看过我主持哪一个你们很喜欢？弹吉他，对啊，我其实我发现我当演员很棒，就是我为什么会弹吉他呢，也是因为我在2013年的时候因为演了一个舞台剧，然后那时候那个舞台剧的那个角色呢需要弹吉他，所以呢我才去学吉他的，所以很酷，就是每一个才艺每一个专长都是因为去拍戏或是一个拍摄工作然后去学习。而且我还有看到有人就是留言给我说什么，然后看到我学很多东西，然后很努力很坚持，让他也好像燃起他的斗志，他可以努力去追梦，所以我觉得其实看了真的蛮感动的，很谢谢你们有看到我的付出跟用心。喜欢听我讲冷笑话，其实我现在就有一个新的冷笑话哦，大家想听吗？如果想的话可以跟我讲一下。我有一个最新的，我今天刚好在家里比较在看剧的时候看书的时候看到的。对，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快说这么急啊。好，这个笑话呢是对着每一个人讲，就是你知道全世界啊，每一个人哦，是每个人，全世界每一个人都会有三个人喜欢他，你们知道是哪三个人吗？全世界每一个人都会有三个人喜欢他，你们知道是哪三个人吗？就是我呀，我呀，我呀。对，所以我就是三个人。哎，那个稍微笑一下，虽然我看不到你们笑。现在可以唱歌吗？对，那个
是，所以你们还没有人，因为我目前好像还没有看到真的有人分享他真的抽过很厉害、很厉害的、很厉害、很厉害的礼物。快点快点！如果你们说出真的一个很厉害或是超烂的礼物呢，我可以现场哦，噔噔，现场就写书，抽出一个人写这个署名的卡片给你哦。快点快点，大家分享一下。哎，不可以说谎哦，我们是善良的人哦。嗨，清晨，嗨，好久不见了。美琪就是 NG Vicky， 就是之前本来只想暗恋你的女主角。机票好像蛮厉害的，还有人比机票更厉害吗？超烂的礼物，那你的朋友都蛮有良心的。逆生长。我看到一个超烂，我很喜欢，对我的笑点。3.5公斤的西瓜，你可以留下你的中文姓名吗？我写给你。不不不，你没有听过那个《跟着月亮走》这本书，听起来很厉害啊，怎么了吗？快点快点，那个。可以留下你的姓名吗？西瓜的小姐，那我就要写西瓜小姐咯。抽到没有任何文字的告白卡。对，就是你，西瓜小姐。数到三，你没有写姓名啊？没有啦，你赶快留下你的姓名，快点快点，我要写给你了。就是到时候大家收到的时候就会收到这一张，然后我们到时候呢会。在 IG 上抽那个抽出各十位，这 IG 会有十位，然后待会呢在 FB 呢直播的时候，我们直播结束也会抽出十位。好吧，我就写西瓜小姐了。西瓜小姐，你有写中文姓名的吗？好，我就写西瓜小姐了。那西瓜小姐，待会呢，到脸书跟我们那个管理员讲一下你的那个姓名、电话跟地址。这样到时候大家就会收到我的署名给你们的卡片，还有我的签名。我没有用左手写啦，因为他这个自拍，所以才变左手。我不是左撇子。抽到一箱报纸，这个也蛮厉害的。我有朋友抽到那个。啊，说到抽到一个报纸，然后我因为我都会看你们的卡片嘛，那天我收到一张卡片，我印象非常深刻。但是我现在因为是我个人直播，我会讲真心话，它是有一个情绪的起伏。我收到那张卡片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傻眼，怎么会有人就卡片写在那个卫生纸上面，然后而且还写得满满的哦。然后心想说，是不是因为他可能太赶，还是他时间上来不及？还是说他朋友可能当天打给他说，这里好像有人在办见面会，你要不要来？然后我就看了之后呢，我马上觉得超感动，因为他第一句话就是写，我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或是我想许愿的时候呢，我就会写在 tissue， 写在卫生纸上，然后把我的愿望写出来。我瞬间就起鸡皮疙瘩，觉得哇，太浪漫了吧！所以他就说祝福我的事业。还有各式各样的事业啊、身体啊，各式梦想成真，所以呢，谢谢你，卫生纸小姐，谢谢你。
I can't understand what you say, but I love you so much. Yeah, I love you too. I love you all. I love you all. 喝点水吗？对，我应该喝点水。哦，对，有人就是做我跟伟成的那个结婚证，我觉得超有才。而且那一天你们也有送给伟成嘛，然后伟成呢，他当下他看完之后，他就敲了我们，就说：“哎，那个志刚哥，你看一下。”他就打开之后，因为那时候我他说还在工作，我还没有打开。我看我，哇塞，太厉害了吧！这结婚证也太真实，上面就是我跟伟成的大头贴，然后恭喜你们结婚的结婚证。等我 ，OK， 好，然后呢 ，IG 直播差不多了，然后待会呢，我们会到我的脸书粉丝团直播。那如果还想聊的朋友们呢，接着我们到 FB 聊。那你们只要在 FB 搜寻张翰元 Thomas John， 就会有我们的直播。大家知道在哪里吗？有去按赞的吗？想听你弹圣诞吉他曲。对，我们今天会先在 IG 直播，然后我们等一下马上是 IG 这边 close 之后呢，我们就会到 FB 直播，好吗？赶快去按赞哦！如果不知道的人呢，有人可以帮我把留言打出来吗？就是我的那个Fans page 的那个名字张翰元 Thomas John 给大家看，然后一个揪一个，我们待会在 FB 见。想听我唱 Love More， 待会在 Facebook 上唱 Love More 给你们听。OK， 是什么 ？OK， 好，那 IG 的粉丝们呢，那个祝福大家圣诞快乐，然后希望你们如果今年没有人陪呢，在明年的圣诞节之前，你们一定可以找到最爱你的另外一半。圣诞快乐，我们 FB 见，给你们截图一下咯。拜拜，待会见，马上见咯，等一下就开了。